天气变热，乌龟嘛开始咧窜。台中民众利用乌龟的 DNA， 研发出打伫皮肤顶端的乌龟疫苗。透过动物实验显示，讲连续打三剂，保护效果会当维持十年遐尼久。蔷薇闭起来，秋果全是红红晶晶，花粒拢是予乌龟仔定的。天气愈来愈热，下面台湾甲冰的乌龟仔在咧横行，河边就真困扰。为着避免乌龟仔的困扰，台中营总有医师研发出大片式的疫苗。啊，为了让它固定住，所以我们会用那个透气性的膜，就是固定住。拆开大片，往手一打，就完成注射。台中营总表示，这项技术是为乌龟仔取卵线找出过敏源，顺化提出 DNA 做成大片疫苗，透过动物的皮肤实验来抓算人类的寿命。每礼拜打一摆，每一摆一点钟，连续打三礼拜，防护效果会当达到十年。模仿小粉叮咬的地方的这个皮肤呢，它的一些过敏细胞的浸润呢，都很明显有减少，增加对小粉叮咬的免疫的耐受，那被咬以后就不会痒。目前这项成果除了获国际期刊肯定，也准备进行人体临床实验。那专家表示，目前要解决乌龟的困扰，用一般多糖菊类红芒产品效果不好，应该爱选用含有特别也是派卡瑞丁的成分才有效果。要过也爱注意避免接触皮肤。喷在衣服上啦，或是说小朋友的话，就建议尽量就是不要喷在那个皮肤上面。那但是因为它有刺激性啦。对，所以一般会比较建议就是用派卡瑞丁。蔷薇玲另外也表示，乌龟仔爱嘴较短，无多烫过衫来定皮肤，建议外出时穿长裤，也是连续性的运动，也会当有效避免予乌龟仔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